最近好吗？挺好的。你呢？挺好的。阿姨和泽秀的情况怎么样啊？泽秀已经醒了。我妈刚做完手术，情况也稳定多了。太好了，老天会保佑善良的人。我听霍磊说你要去美国了。那边发展的机会可能会多一些吧。还回来吗？看情况吧。如果发展的好，我打算把我妈跟泽秀都接过去。适合你，你们俩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。那你呢？祝你幸福吧。好好的吧。
这，你给我什么东西啊？未来。比如说旋转木马什么的，旋转木马在哪儿呢？哎，谁小女孩骂谁呢？玩什么旋转木马？要玩就玩这些刺激的。要玩就玩刺激的。必须的。行，纯爷们。必须的。走着。你怎么样啊？脸都白了，要不然，啊？要不然，哎，你，哎呦喂，没事吧？好点没啊？哎，你要真害怕，你就别逞能啊！他说什么？我别勉强自己，你看你的小脸都白了。干嘛笑什么？没事啦？真没事了呀？脸都白了。要不然我们再去玩那个？你看那个肉的多高啊！到家了，谢谢你今天冒死陪我去玩。回去洗个澡，早点休息吧。明天不是还……等明天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。小心啊，这些年来
你都一直住在我的心里，你就是我的一个梦。明天居然这个梦就要实现了。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我在微博上啊，看到有一对英国的老夫妇，90多岁了，在一起大半辈子，每天在睡觉之前都会对对方说一句我爱你。有人就问他们为什么会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，老先生说，我们都活到这把年纪了，也许第二天早上就不会再醒过来。那我们留给对方的最后一句话，就是那三个字：小心。走了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美丽的于红心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给窦南先生，作为他的妻子，爱他，尊重他，保护他，像你爱自己一样，无论他生病或是健康，他们好幸福，富有或是贫穷，始终忠于他，与他携手一生。我愿意。窦南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于湖心小姐做你的妻子，爱她，呵护她，保护她，尊重她，像爱自己一样，无论生病与健康，富贵与贫穷，忠诚地爱着她，与她携手共度一生。
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，我想先跟他说几句话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谢谢。终于到了这一天了，我盼这一天盼了整整12年。12年来，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动摇过。我一直在幻想当你真正属于我的时候，我们的日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。我想我们会住在一个有着大大的落地玻璃的房子里，房子里应该是白颜色的，应该有那种很高很高的屋顶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院子，院子里有花，有树，有草，有鱼，还有你喜欢的那些猫猫狗狗。我们会有一对儿女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我会陪你一起去买菜，一起做饭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逛街，一起旅行。我想带着你全世界，把全世界最美的景色全都看遍，欧洲、非洲、南美洲。我还想带着你去坐游艇，就像杰克跟肉丝一样。我还想带着你去做非洲之星，在大草原上去看羚羊，看日落。其实去哪儿不重要，只要有你在身边，我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是幸福的。12年了，从前我在角落里偷偷看着你的时候，每一次你不高兴，每一次你受了委屈，每一次你哭泣的时候，我都会特别自责，我会内疚，我会觉得是因为我没有在你的身边，才让你去体会到了这许多的不幸，是我不好。于是我就会更加努力，让我自己能够尽早地拥有给你幸福的能力。我想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在我的眼中，你是那么的单纯、善良，那么的美丽，没有任何人能够跟你比。我想让你幸福，我要你能够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。我真的很努力，终于曾经幻想了12年，今天终于让我听到了你说那三个字。我愿意。我也特别想对你说，我爱你。我想永远爱着你，牵着你的手，白了头发也不分开。我想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、下下下辈子都能够跟你在一起。
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到了我的身边并不幸福。我发现我以爱的名义霸占了你，我发现我才是你通往幸福路上的那块绊脚石。多难，小心，我爱你，但是我更愿意看到你幸福，所以我是不会娶你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实在对不起，您没事吧？林先生，这是您的手机吗？啊，是的，谢谢。
我这叫下基层体验你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五脏俱全，什么都有啊。哎呀，不过这样可以方便我每天给你送饭。你做饭能吃吗？看不起人是吧？那些猫猫狗狗都被我养得那么好，养你还是问题啊？行，拿我跟猫狗比是吧？那你最好给我喂成一大胖子。不大事儿啊。你看，你看，说错话了吧？哎呀，我们的幸福生活就此开始了。原来这一切都属于我的时候，咱俩没在一块儿。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不管时间有多久，距离有多远，只要是有缘分的人，都会走在一起的。但是我愿意。说大点声，听不见。事情想跟你说，我爱上别人了。欧巴，欧巴还亲妈，欧巴。对不起，我们分手吧。欧巴，咔、啊！好了好了，都咔了，不要再哭了。哎呀，我看得心疼死了。这是香港的，祝兆明39岁。哎，老板，给我加2盘猪肉大葱馅的饺子。哎，好了，来了来了。
39岁。老板，你快点啊！好，什么馅儿的？猪大葱的，快点！来了来了啊，马上。哎呀，你看怎么写个猪大葱？老板，你快点啊！来了。吃好喝好，都吃好喝好。来，亲爱的们，我来啦！行了，别套近乎了，赶紧的干！哟，趁我结婚落井下石啊！现在翅膀硬了吗？小心我们一喝晕了，一高兴把你带韩国，就让你吃一辈子泡菜。我就是要去韩国吃一辈子泡菜，谁怕谁呀？哎，这么说你是答应我的求婚了，对吗？就这样追求啊你，就这点追求吗？来，亲爱的，来，恭喜你终于结婚了。你们不能恭喜我啊，要恭喜得恭喜他，娶了我，这多大福气啊！是啊，上辈子千万次的擦身而过，才换来你今生的回眸一笑。看我肩膀都擦破了，贫死你，管不住了。你别贫了，大喜日子，咱俩干一杯。来，干这杯。这话不能这么说啊，我干了您随意。哎，等等，哎，看看真酒假酒，过来闻一下。不是看什么看？闻闻闻闻，闻一下。不是闻什么闻啊？假的吧？陈本，你太不够意思了吧你？就是。哎，过分了，当了我们的朋友了。陈本，这都自己兄弟姐妹的，你敢不喝酒？没。赶紧换。都起什么哄了吧？你这大喜，我这一会儿还有正事呢，喝这个就行了。别起哄，丢脸！你都丢了婚宴，换。行，他说什么是什么，换了。真要管不住。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，都看。来来来，干杯！亲爱的，没想到最鄙视婚姻的你怎么先嫁了，真好。哎呀，羡慕死我了！要不是有人死气白咧的在广场上乱喊，我觉得太不好意思，太丢人了，只能勉强答应他了。没办法，人善良，慈悲心。是啊，你就当普渡众生了啊。不过说真的，咱们几个里啊，我真的觉得小青会是第一个结婚。你这倒好啊，各种插队。兔妈，哎，你们几个啊，都慢着点，别到时候让我追不上了。要不是因为林泽峰，小青早就来干杯。干，是你们幸福。来，再喝一杯。哎，对，小心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现在啊都已经后悔了。嗯，去下桌了。后什么悔啊？赶快过去吧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都别说我喝白水的事了啊。希望喝白水啦。哎，那个，我那边有些朋友，我去敬点酒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要是故意的，